ちょたん。ハロー。Hello forever.我没有偷吹蜡烛啊，没有吧？我没有偷吹蜡烛啊。Hello 阿贵 ，Hello 好乐寒冬 ，Hello 吉川 ，Hello 俊哥 ，Hello 大家好，好准时哦，今天好准时哦。Hello 北极星，Hello Tomo， Hello 九五熊， Hello 黑哥，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昨天的心得吧。还在上班，好，没关系，阿贵上班辛苦了。看到影片跟照片，好啦好啦，那个我们就不小心的好不好？不小心的。Hello 博汉。不是哦，我要讲一下签名的事情。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签名，然后我跟思雅跟杰尼一起签，那时候是一起签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都在，还有柔君，就那时候刚好都在。然后谢谢九蛋的星之冠，谢谢九蛋。好，那时候我们刚好都在，我坐在中间，然后杰明坐在这边，杰明妈妈坐在这边，然后思雅坐在这边，然后他们就杰明的签名就超快，就阿 K， 然后就很快，然后我们就一叠嘛。Hello 天天 ，Hello 国军精锐米虫 ，Hello 思源 ，Hello 好 ，Hello 喜乐库玛，开心吗 ？Hello 汉汉，昨天第一次近距离见到，我也第一次见到怀怀耶，喜乐库玛在告白了 ，Hello 西兰。然后阿 K 坐在这边，我坐在中间，然后世界坐在这边，然后就一叠，然后阿 K 就这样，然后就很快。然后你们也知道我的那个签名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就是要签很久，然后就是我一直在赶火车，因为阿 K 就这样，然后世界也很快，然后我就是这边积很多，然后我一张，然后世界一直在等我，所以我签好慢哦，所以我后来就是后面的时候，我就只有签一个字而已，因为我怕他们等太久，因为这样我会拖到他们的时间。Hello 夜雨苍神 ，Hello 卡丘，谢谢怀怀的我来签到。Hello 尼哥 ，Hello 思梅，昨天不是恶魔啦。Hello 水果教主。哦，礼物，昨天我看到在公司堆了很多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可是我昨天太累，所以我没有把礼物都搬回去。Hello， 汉林。对，然后，所以我后来就只签那个，有些只签彩。然后我发现我的签名好丑哦，而且他们真的都签很快，然后就很快就写。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签名有点丑。昨天邓姐姐超可爱，谢谢。Hello Lingo， 还有水猫 ，Hello 人豪 ，Hello A， 谢谢 AB 回来的枫叶，谢谢。Hello Lingo， 昨天开心吗？开心吧，开心，我很开心。昨天很久违的见到大家了，记得5月19要来哦。被海蓝感染成恶魔，真的？那喜乐库玛，昨天开心吗？听说原本是 Kevin 是吗？原本是 Kevin， 然后后来你们换位置，那喜乐库玛有没有觉得赚到？Hello 专属早餐王 ，Hello Zed，Hello 阿基，感觉是恶魔，不是恶魔啦，不要乱看，他们都是假的。
昨天不是我。Hello 北郭凤文 ，Hello 国树，国树，我昨天有看到你，我以为你要来参加，结果只是在外面而已。那我应该多看你几眼的、啊，进去就看不到你了。刚看完电影，刚好看直播，谢谢。Hello 国语，昨天很棒，是啊，我也觉得昨天很好玩哎、欸。刚 AB 回来看什么？复仇者联盟吗？没有啊，58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真的吗？是，那是什么啊？签名已经供在房间的签名，签名球柜了哦。你可以带，你可以带出国，海涵保护你。跟他换座位，跟谁？跟西多库玛吗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西西，西西，你昨天没有看我，那个西西是我叫的啦，都不看。昨天吹蜡烛的时候不是我，5月19就可以看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把胡子剃掉？胡子剃掉，我不知道我认不认得出来。谢谢西西分享。Hello， 人好，谢谢 AB 回来的偷偷喜欢你。Hello， 静涵 ，Hello Ken， 是啊是。谢谢 AB 回来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Hello Black， 谢谢 AB 回来的看好你哟。对啊，西西都不抬头，真讨厌。Hello 阿里。Hello 威力 ，Hello 嘉宏，昨天超开心的。蜡烛事件不是我，哎、欸、，Hello 安娜姐姐，安娜姐姐你好 ，Hello 安娜姐姐，而且不是只有你叫，不是啊，西西，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一开始那个西西谁叫，就是我叫的，我叫的啦，我还看到你的那个彩杰的那个海涵的徽章，超棒的，西西很棒。可是我没有，你连我的脸都没有看你、欸、超过分的，害我都不能去前面然后看你。Hello 易凯，昨天旁边是 Akira 哦，昨天啊我知道，因为我有看到 Akira 的版本 ，Akira 的版本也很好看，就还有那个韩，还有那个翅膀。母亲节回家被要求剃胡子。好吧，那没办法，我会尽量认出你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记得剃完胡子还是要 po 照片，但我才记得住啊。就是没有照片的我很容易认不出来，所以要多 po 一点自拍。一定是对对，其他人吹太慢，那时候明明就约好说要吹，可是他们吹太慢，不是我吹的啊，什么嘻嘻。西西，你留言都这么活跃，然后你在现场都看不到你的脸呢、欸，你都，但我哪看得到你啊 ？Hello 彼岸，我昨天有看到你耶，彼岸。Hello 灵儿，哦，我昨天有看到那个 AB 回来的好可爱的扇子，还有阿 K 的扇子。然后你不是穿那个炸虾装吗？超可爱的，我很气啊！你不知道，我想拿一下卫生纸。Hello 修罗传说，到时候发个自拍好，都数一二三，没有啊，就是我们约好三的时候吹，三半拍的时候吹，可是他们太慢了。Hello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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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活动上耶，见上就，哼，我又没有看到你的脸，只要你看到我的脸就好了吗？我又没有看到你的脸，奇怪耶。Hello 小树，小树又看到你了。没吓到，没有吓到，我觉得很可爱。
不要再剪我吹蜡烛的影片，那不是我，我就说那不是我了。哎，还有不恨。所以是谁吹？不知道是谁吹的。卡丘没有录影，我没有吹啊，我没有依旧吹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老沙。嘿，星星，你自己不抬头，我看不到你。然后什么什么叫做怪我？很奇怪耶。下次你不抬头，我就把你的头掰起来。优子，对优子。昨天扇子做的有点简易，没关系，我有看到，还有樱花哎，没想到大家都把樱花剪进去了，我觉得樱花超美的。昨天当西西保姆哦，真的、哦，快点传上来，不要卡丘，不要放 IG 啦 ，Hello 老沙 ，Hello 南斗，拔起来，拔什么？哎，北极星，昨天坐好近哦，我抬头就看到你了。可是影片很明显，没有影片没有很明显，我只是想说我要吹蜡烛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嘴巴张大一点，然后吸饱气。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吸气，不是在吹，我没有在吹。昨天有一张西西的照片，西西不是躲起来了吗？我看你们聚餐，西西好像躲起来了，对吗？西西躲起来了。西西是怎样啊？拍照是要付你钱是不是？你怎么都不拍啊？把头掰起来，不会不会拍，我会很温柔把你的脸捧起来。碰你的话，哎，不是你碰我才要叫 Steph 吗？昨天有一张西西的照片，有西西的照片都 po 起来。Hello Akira， 你的板板好可爱哦。Hello 施压浪客。找不到樱花底了，没关系，我觉得那样就很可爱了。那个还要拿着那个北极星，只是我发现大家好像都忽略我的猫咪有尾巴了，连那个周边上面我自己都忘记帮我画，帮我的猫咪画上尾巴了，好吧，这不怪大家，这很容易忘记。什么？看看涵涵保姆，看看你们的西西啦。Hello 柔君。阿 K 啦，安安，喝水。我们要找借口啊！奇欧库玛，快放！我演技不错，谢谢，谢谢，我演技不错吧？那时候我在想要不要哭，可是我哭了，我的妆就花，可是我没有哭。谢谢小树的阳光，嘟嘴吸气的，嘟嘴吸气，吸的气比较精华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卡丘可以po。韩宝要坐第一排，很棒啊！其实我不太懂那个位置是怎么做的，然后。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是电影院的那种，我还是不懂是怎么做的，看在我眼里好像就是乱码。柔君朋友，柔君的朋友是谁？哦哟，卡丘，你又不要管西西，西西很坏耶。还有草莓酱。原来是个没有，对啊，没有尾巴的猫。Hello TTP 好多组织。Hello 琪琪，原版就没有做尾巴了。哎，可是我有做吧？原版有尾巴吧？我之前生日见面会握手会的那一篇文，我有尾巴吧 ？Hello 希洛库玛，你滑掉了吗？本来以为五个都有芥末啊，那就是我们很会演啊。可是阿 K， 我觉得阿 K 他吃的很平淡，好像就是真的没有吃到。扇子的只有上半身看不到尾巴，对啦，北极星的合理。
有必要，因为西西都不看我，哼，生气耶，改头贴了，哦，好可爱哦，这是去背的吗？它是去背的，然后贴在那个背景上面，还是就是你做的，然后拍的，应该是去背的吧？演到会哭，这需要一些演技的磨练。也以为哪样，草莓酱以为什么？梦幻镜霜 ，Hello Hello 问龙。不是不是可以 po， 是可以 po 西西的照片，不是可以 po 我吹蜡烛的照片。对，是嘟嘴吸气，单号一边，双号一边，由内往外，内往外，单号一边，双号一边。好，我不想理解了，好难了。然后哦，原来是婴童，我有看过，可是他都没有留言。昨天拍照的时候，他草莓讲在中间。谢谢西西的白眼。Hello 小鸡，需要把粉丝头拔起来，然后穿粉色。可是西西都不看我，你为什么来了然后又不看？好奇怪哦你。Hello 水果教主 ，Hello 静涵 ，Hello 无绕无脚胜千手 ，Hello 信哥 ，Hello 台瓦哥，台瓦哥你昨天是不是又穿橘色的衣服？谢谢静涵的阳光跟为你守候。原来是在 Kiss 爱的吗 ？Hello 王子，我知道你有跟我说生日快乐，谢谢。Hello 小叮当 ，Hello 黄鱼，谢谢小叮当的阳光，谢谢小叮当的两个阳光。有人规定要他，对，你不看会被我出镜。好了，不会，你不看会被我会生气，我就生气了。0.5 倍速不明显啊，就是谢谢 Karen 的星之冠，谢谢 Karen。安娜姐姐跟王子没有，王子来了，安娜姐姐刚刚有来，但是她不知道，好像没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看，可是没有留言。安娜姐姐来了。被扒皮 ，DC 也可以被扒皮啊！我刚讲了什么？没事。另一个角度 ，Hello 手滑哥，手滑哥昨天看到姐姐有没有很嗨森？工作人员才对啊，不是会好不好？就是你如果不看的话，工作人员就会说，这个粉丝怪怪、欸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狗狗刚来，因为王子怎么把那个你的名字变成王子狗狗，好可爱。当然不承，我没有不承认，我就说我承认，但是昨天那个就不是我啊。啊，会考加油，谢谢小丽有以神推。啊，不要啦，西西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出镜你好不好？穿橘色，我刚刚有说你穿橘色啊，我记得你好不好？我记得你，你坐在我在这边对不对？然后你坐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你坐在这边，然后好像这边第二排第二个还是第一个的样子，反正就在这一区就对了。谢谢西西的拜拜，不要拜拜好不好？手花哥，对啊，手花哥穿很粉欸。网鸡狗狗，那个 IG 上面的名字是王子狗狗，狗狗，对，可是是网鸡狗狗吧。 Hello 幼咪，什么什么，昨天我没有对姐姐很严格吧，是因为他对我太严格，所以我也要对他严格一点。Hello 鸭子 ，Hello 庆文，我没有恶魔好不好？扒皮宣言，很开心，好手哈哥。
Hello 小杰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姐姐跟我说，对啊，你们怎么猜到姐姐会来的？我超错愕的，为什么姐姐会来？忘了什么？工作人员说，哦，是吗？我没有看到哎，酒单留在地上吗？在底席队啊。汪志，你们昨天聊到几点啊？这是九宫格，好多人哦。Hello 刘宇 ，Hello 欧利欧，我是天使，我可以乖乖的当个天使。只要姐姐不欺负我，我就可以一直当天使，就不是他们了。对啊，只要不承认就不是。没有，西西，我没有针对你，好不好？谢谢西欧库玛的贵族玫瑰。哦，西西，你是在说布丁龅牙吗？我可以帮你跟他讲。刚刚是谁要帮？我不知道。刚刚也不是我，我现在才来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。对，我们今天播到五点哦，我们今天播一个小时哦。黑哥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姐姐会来啊，所以她来就是很奇怪，我不知道啊。我想说就是要上蛋糕了，然后结果看到一只臭熊在那边，觉得涵涵姐姐对哪有啊？为什么要错？因为我没有想到，完全没有想到姐姐会来啊！为什么她会来啊？真是的。然后你们都知道她会来，也没有跟我讲。谢谢怀怀的早安抱抱，感受到有第一次就知道。好吧，那下次要提醒我。侧面超爆，我在叫那个布丁踹飞你。吃完韩韩泡芙，头像都变了。对啊，谢谢。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是恶魔？我不是恶魔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所以那个喜乐库玛昨天很欧哎，很欧很欧。索华哥，你跟姐姐心有灵犀哦。九宫格都知道，你的赖就是之前的那个头贴，我不知道你的赖啊。可是你的赖就是之前的那个头贴、啊，你之前的头贴。不要剪，我没有呛瞎你，我只是提醒。还有日本玩，谢谢你拍的奇迹美照。栗子来了，又要去角落，这是我们的生日会。七夕不要黑布丁，卡丘有啊，卡丘就是前面的四个，然后第二个是吗？第二个还是应该是第二个，我记得第二个就是四个位置，然后中间这边是哪边？左边，中间左边。谁扒你的皮？我不知道是谁扒你的皮耶，那可能也是别人吧。Hello 牛排，说手滑哥，哦是哦，我以为你是在 diss， 我以为你在 diss 布丁，我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公然 diss 布丁哎、欸，我没有跟姐姐道歉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，啊不是啊，你们也知道他这么吹火量这么大，应该是他吹的吧，他就吹得到了，他气很长哎、欸。小爱午安，臭小，这人好猜。对啊，对，西西，你不是要那个你的愿望？那个快结束再说。Hello C K U M K， 我不是恶魔，我不是恶魔，我只是说臭小。好啊，下次姐姐生日换我吓她。我没有联合朋友针对你，好不好，西西？我没有针对你啊。Hello， 数字君，你的名字要怎么念呢、啊？我昨天等你们的 report 等到很晚哎、欸，我想说一直有人在 po， 我就等很晚。
因为栗子吹过去的，对啊，很刚好哎。对啊，昨天不是栗子的场。昨天栗子被全场压着打。对啊，上次看到是握手会啊，这次看到就是，虽然手滑哥我知道，对啊，你什么时候做我的扇子？我没有看你做我的扇子，是最近做的吗？穿臭熊装的，对啊，为什么可以靠那么近呢？不知道哎。Hello 彼岸，小朋友看过来很可爱，谢谢你拍的照片很好看。我觉得我平常就是我，就活动的时候，我眼睛都这样，是不会张开是不是？然后每张照片都这样。然后就很丑。Hello, AB Fly。哎呦，手滑哥，你是认真觉得是栗子吹的吗 ？Hello, 无尾狐。我不是小恶魔，我是小天使。好啦，我不要针对你，可是我只是想讲说。下次希望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们西西会抬头哦，谢谢。不是打尾，对啊，我知道卡丘打好了。喜优酷嘛，啊，你只放了那个，你可以很开心的睡觉。那你昨天睡觉有很开心吗 ？Hello 五六二一，手滑哥已经开很大 ，report 还没打，我知道，好多人都没有看到 report。北极星竟然知道我会的，那不是特点。大嗓门上的物理 ，Hello， 变成新鲜柠檬，这么晚还不睡？对、啊，我不是恶魔妹妹啦，是天使妹妹，恶魔姐姐。昨天做的 ，Hello， 我来了。你破没文笔没关系，你破出来我就很开心了。Hello Cola，IG 玩你朋友好 ，OK， 好，昨天大家也蛮累的，但是不知道，对我真的不知道日本玩是哪个，我没有看过你的照片，跟杰星都是，哎，我没有看到杰星嘞，你破贴现实，哈，为什么你要打一下贴文呢？Hello 国树，人家觉得是栗子，真假的？他肺活量，你觉得他肺活量那么大吗？看昨天照片布丁，阿贵你想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加推？是不是想加推？真是的。Hello 小米，西西要记得抬头，对啊，怎么做不到？你要尝试啊。Hello 安娜姐姐，谢谢安娜姐姐的勇气。安娜姐姐今天想睡觉吗？我很少留言，调一下照片，发现刚刚打的通通不见。哦，可是我记得你好像标了两次吧？开心到止痛药都忘记吃了，真的、哦？那没关系，我可以，就是我为你泡芙，你就可以止痛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布丁昨天捞了一大票，反正我有吗？我有吗？我昨天是不是很丑？昨天就这样，然后就没有眼睛了。谢谢不汉的健身卡，个性上来讲是天使姐姐，不是啦，对啦，好啦，是啦，觉得经过昨天大概要变恶，不是恶魔妹妹啦，我是想我不知道啊，就觉得很奇怪哎、欸，想说工作人员怎么穿着臭熊装啊，没有 report， 可以啊。那个橘猫可以，我可以接受，可是你还是打一下 report 比较好。通常都是天使被恶魔，对啊，怕写一写会哭。哎呀，我们之后还会再见的好不好？卓蛋讲的好像你要去哪里，好，你要去日本，不知道什么。路上看直播回到家。哦，对耶，我也是在上班吗？我要跟他讲事情。谢谢安娜姐姐的勇气，
不知道什么，我刚刚说了什么不知道。Hello， 无尾狐，昨天栗子被签名，哈哈，但它真的没有很好看。难得跟布丁互动，好吧，好吧，没时间打。有啊，索豪哥，我有看到你稍稍交了一下作业，就是水平的那个，没有说是有点想吗？有一点吗？不行，不可以，阿贵不可以加退。没参加生日会哦，真的？好吧，没关系，安娜姐姐没关系，你可以讲你们昨天聊天聊什么？背下禁制令。哎，安娜姐姐今天早上才睡哦，是聊到早上吗？预言布丁的哦，早就预言布丁的实力了，布丁很可爱啊，但是。阿贵，你不可以再加腿，你腿很多了好不好？刚直接骂佳丽是臭熊，什么？哦哦，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姐姐会来，很早睡，很早睡。昨天刘啊，对，徐若瑄，幸好你提醒我，不然我就很丑。我那时候超感谢，哇，是不是有人的照片已经我和刘还是中分的，好丑。昨天掉了一大堆粉，真的假的？没有眼睛不可爱啊！培养三天，工作人员转推金三角。Hello 树葡萄，哈，真的？我昨天吹蜡烛就掉粉了是吗？不会丑，所以白眼栗子那时候很丑吗 ？Hello 思远，韩寒就变恶魔，对啊，我不是恶魔啦。被转推金三角。哦，原来呀，原来我想说怎么标了两次。Hello 龙虾小兵 ，Hello 散步中 ，Hello 小杰。现在不知道聊什么，没关系，我讲给你们听发生什么事。不想 report 贴文用语。哈，那你要把它放在精选动态，不然之后看不到了。Hello 散步中。对啦，我只是有长脚的天使，我有长脚，然后还有那个，我还有天使的那个光环。Hello 干汉，昨天还在那边。妈妈，唐视线哦，是不是超级，就是超级方便你看你的那个手推跟神推的？什么作业？什么作业？魏尔森要来了吗？真的、哦？啊 ，Hello 威尔森 ，Hello 鲁松，鲁鲁，布丁真的可爱，好了，可爱了，疯狂 dis 没有，谢谢威尔森的那个板板，有板板吗？我记得有板板，啊，还是 Kevin 的板板，反正我又看到你的 SB 帽，我看到你的 SB 帽认你，然后你七点的时候在看那集的直播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想说你干嘛一直看下面，只看到你的帽子，没有看到你的脸。对，阿贵你被盯上了，推三个，很多，很会演韩，谢谢。好，小爱拜拜。刘海要变空气凛结，没有，没有调嘛，我今天没有烫刘海，没关系，帮主不会嫌。真的吗？帮主不会嫌，帮主不是也会吃醋吗？什么？你家不是膝盖帮了吗？真的、哦，我那时候后来才看到哎。刘海最痛恨的事情就是中分了，不像你转推吗？我的刘海吗？我的刘海盖住眼睛的、哦，不是，我每次出门的时候烫好刘海，就是不是要出门的时候烫好刘海，喷发胶，一切完美。然后我出门之后，刚踏出家里，刘海就毁了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现在是成天不晓得要不要放弃，我没有啦，我还是天使的人设，天使
刘赤王，然后妹妹这样子。Hello， 日本文来聊今年的。阿威尔森今天不用上班吗？哦，对啊，阿贵是喊寒假的。把眼力直的时候感觉很凶吗 ？Hello， 米哟。阿贵不要哭，因为我妻管严。Hello， 菜菜。相机上面贴着的是你哦，真的？没有，我有看到很多人有贴我的名字，但是我有些认不出来，就是有传那个，我知道你的是那个，就是你不是还问我说那个对对不对？对，对。哎，米又谁抢你手机？诗雅吗？一个一百次哦，太感动了，嘻嘻。你昨天有拍很多张照片吗？那是你做的扇子。哦，难怪。丽姐真的爱什么？对啊，那就很方便。你看你的神推跟手推，对吧？神推要顾好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因为它是。不是，我们会重复大老婆，因为他是你的神推，所以这个没关系。可是我后面真的都只看到你的帽子了，还好我们没发现，没发现什么。对啊，威尔森都不认真。对，我一直被盯，你一直被我盯着。怎么会有人生日会看你？好了，是神推，没关系。现在吃醋，我也看不到。Hello， 发呆客。对啊，九蛋不是很专心。小迪会吃醋吧？小迪会吃醋，可是他应该不会吃安娜姐姐的醋，因为他知道安娜姐姐是神推他的。刚好中分开醋脸。草莓讲拜托你，如果 po 了，哎，你昨天是不是 po 了？我没有专心看我的脸，下次可以把我的脸用掉吗？好丑。对啊，在外面网络不好吧，没关系，拜拜拜拜，那个 AB Fly， 哈，我不要当小三啦，小迪会吃醋啊，天使刘赤王，没有啊，刘赤王也可以天使，我可以用温柔的使用刘赤王，谢谢九蛋的看好你哟，不知道是真心还是脑什么的啊，还有人品君，人品君。我心得下次再给你。真的很爱叹气，真的。不是哎、欸，其实是我破音。谢谢平均的枫叶，其实是我鼻子塞住，我吸不到空气，所以我才一直叹气。谢谢王子的梳子。特别为了喊，真的不可以骗人啊！威尔森，他娃哥也很凶，什么？对啊，扇子上面可以写名字啊！啊，我没有看到，林一有没有兴趣收什么？拍到手机空间不够，嘿，星星，你竟然删掉，你好过分哦！不是只有昨天很呛。可是有分心的很好吧，人分心吗？不能专注的看我，然后分心看那期的直播吗？谢谢怀怀分享，谢谢威尔森分享，是很可爱还是林依？这样威尔森，这样对威尔森太，这样对威尔森来说，这个决定太难做了，残酷二选一。送了，哦，当然是可爱林一样可爱。好了好了，我接受。延迟三分钟，延迟三分钟真的是留言太慢，对不对 ？Hello 林果 ，Hello 巧巧，硬要拖一个。
对，杂虾中真的很好认。其实你一开始穿杂虾中的时候，我没有认出你，你是后来拿出板子我才认出来的。温柔的使用流刺网，就是比较温柔，就是不会讲嚓脱，是温柔轻放流刺网，然后轻轻的拉上来。谢谢裁决的初心者徽章，被知道都会痛。我温柔一点，当小老婆这才好名分。好，流刺网又温柔。我看你的照片喜欢，不是因为昨天那个握手会之后礼物全部都被运到公司了，然后我昨天很想睡觉很累，所以我没有把礼物搬回家，因为我还要坐公车，我应该会慢慢搬吧。之后我的演技怎么那么厉害，谢谢魏森，所以大家都被骗，真的连阿 K 都被骗。然后那时候阿 K 就转过来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，他很小声说你知道吗，然后我不知道我要摇头还是点头，因为我怕你们看到就被你们发现，所以我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，就是我有小小的摇头，但是我怕你们看到，所以我就没有回击你妈妈。海豚跟泪姬选，好，不要再逼威尔森残酷二选一了，一个是秒杀，一个是什么？一直以为真的是要芥末哦，我真的太会演了。温柔使用感觉很可怕，不会，温柔轻放。估计姐姐，我帮你问姐姐。昨天专心，我觉得你一定有。西欧库玛这么喜欢告白的人，一定有。永远无法死掉的痛苦。对，我要调走其他成员的粉丝，但不会很坏啊。王子最喜欢海涵，你确定吗？每次点进你的主页，点进你的东西，明明就最爱小迪。好啦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小迪真的很可爱。因为那个好就对不起啦。凶成这样是哪有？我有长脚吗？对，还没收到啦，对不起蓝平君，对不起。我如果看的话，我会马上打开来看，因为我看就觉得好可爱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没有说到话，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见送的很多人都没有拍手，害我很错愕，我就拜拜，要拍，然后你们都这样，然后都没有拍手，我要拍耶，然后你们都不跟我拍手，很尴尬耶。叫公司帮我寄回家吗？啊，那个邮寄费会太贵哦。我记得我有看到一只白色的娃娃，白色的，对，就是我只看到那个，因为那个用很大的袋子装，然后上面写海苔，然后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娃娃，可是很大只。Hello， 坤坤，为什么海苔的耳机上？哦，耳机讲，耳机讲，不是，我看错了，我刚想说耳机上不是那个阿贝桑的最爱吗？哪有我那很凶，我现在温柔一点，我温柔一点。不应该先泼土，哎，没关系啦。昨天拆科技跟布丁，哈，你看到了，卡丘你看到了，好吧，谢谢王子的为您守候。Hello， 朱可姐，刀姐，刀刀姐。Hello， 龙哥。有看出韩韩哭的嘴巴没有停下来，真的，好吧。他把歌手把我讲得很可怕。坤坤要加推了吗？偷偷擦眼泪的时候。Akira， 不是，你们不是喜悦库玛，你不是说你觉得你被我骗了吗？哈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都说没关系吗？好，他们人好好，这样我好像很坏。可以拍手。哦，对啊，可以拍啊。刚那个官网不是有说吗？可以击掌后见送，不是吗？没有说吗？因为前面很多人都有拍，可是中间有一段人都没有拍。
这小迪没关系，一家不行了。好啦，一家也可以啦，一家可以，一家可以。好啦，你就推你原本那几个，你不要再加推了，好不好？提醒什么？有拍？拍什么？怕被海涵的寒冰掌上，没有啦，是温暖的手。他被嘿，我会很轻轻的拍啊 ，high five， 这样放任不管，只要大家在海岸钓走，很棒啊，很棒。不是你们常常跟其他粉丝推销你们的神推，你们要记得推销一下我啊，对不对？剑圣拍手定番，啊，真的、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本丸，本丸妹子有跟我拍手。虽然你们都不讲话，开个红包。哦，我欧了，今天好欧哦！一定是昨天我喂西游库马吃结心，不是说结心，因为我刚刚在看怀怀的留言，他说了结心。哦，看着结心拍。哦、我刚刚讲什么、哦、我今天很欧耶、欸、啊看不到了，有点跑掉了，拍手。哦，我有看到那个，哦，那时候我们不是在笑吗？就是你们就是剑送完之后，你们不是在外面，我们在笑，然后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很像失速列车，全部挤在那边，然后那个玻璃又黑黑的。意外的是姐姐越看越可爱，我也想要加推姐姐吗？姐姐还姐姐可以啦，因为 Steph 哦真的哦，所以后来都没有提醒了。可是我有把手举起来，然后在动，哎，是你们都不理我。谢谢乌尾狐追踪。为什么是还要几张？不是，我有几个是硬拍，可是有些书很后面我就拍不到了。例子也不错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好啦，哎、欸，那王子你还不是？不对，你是推小弟。好了好了，不是，那阿贵你不行，不喜欢就不会吃的类型，不喜欢，对，其实还蛮挑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所以我哭嘴巴要停下来吗？好啦。几乎整个膝盖帮都来了，谢谢大家。Hello 手华哥 ，Hello 小千 ，Hello 布莱恩，那家姐妹都不错。谢谢七二四七鹅的新之冠，谢谢。不是我刚才讲的，看成吃结心，吃不是吃结心，是吃泡芙，吃泡芙。不是我讲错了。Hello， 波乐，波乐还没追踪。Hello， 波乐，波乐你好。该去跟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推销快点。九蛋推销，我也想要海外粉丝，把海涵推销出去。好啦，海华哥，我知道你也是神推姐姐的，我没有关系，我真的没有关系。啊，49分了，我们剩10分钟，今天播好短哦。膝盖帮会来大部分，为什么是王子的错？王子帮我推销的吗？是王子吗？白熊果然是肉食性的吗？是。看到生日会才发现，杰心真的很小只哎。小迪公认的妹妹，我没有在挥手，我有尝试要击掌，主要是粉丝。好，没关系，阿 K 妈妈，阿 K 妈妈应该没有生气你推我们吧？姐妹只能选一个，选我啊！后面下去，哦，真的哦！我想说你们这怎么都不击掌，好奇怪哦！一开口不是阿姨，王子你不可以叫人家安娜姐姐叫阿姨啊，不行的好不好？我没有哭，因为灯很亮。
眼睛不舒服，不好吃还继续咀嚼。啊，他就说要吃完呢，不然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气死！两位一起推，对啊，通常嘛，推我们的都是那个两个一起推。Hello， 班长，天心炮，是大夫后面都没讲，不是还有人要那个自己拿周边，然后又看到那边有人在放，然后又放下去了。还我几张，好了，下次下次。讲错了，王子，人家是安娜姐姐，好亮，对，很亮。含着泪水吃泡芙，第一批压底的，慢慢走就听到，哦，好像有哎，隐约隐约。但星星你，就算那个四大夫说可以击掌，你还是不会击掌啊。好了，我讲错了，徐若坤嘛，我讲错了。王子外销，不是，我真的讲错。伯乐，伯乐还在吗？谢谢，阿Ben，我昨天有看到你，我看到你的名牌上面写 Ben， 九蛋也没有集到掌。王子一直都很开，真的吗？谢谢王子，谢谢王子哥哥，谢谢王子狗狗，谢谢多谢，哎，是吗？我很久没讲多谢王子狗狗，谢谢。后面没讲，看前面啊，真的，我催你们，好可惜哦。那我下次应该要主动集，如果可以集掌，是不是就主动集？那你们如果看到我主动集掌的话，就是可以集掌的，可以集掌的哦。所以就把你们的小手手伸出来，然后集掌。谢谢草莓奖。嘿，怎么是我欠你们集掌？我很努力在跟你们集掌，然后呢，你们自己不把手伸出来的，很生气，生气。都没接看呗。安娜姐姐，你拿到二四场次的票了吗？对，他们没有集到奖。安娜自己到处浪还挂。安娜姐姐，我看到前一位有集奖。先离开也有好处的吗？我是最强新人王推荐位了。对啊，我比较 care 不看我，可是手滑哥有看吧？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恶贱？唉，还好啦。对啦，就是要看你的眼神，第一个眼神要有交流，第二个要击掌。西西连第一个都没有做到，第二个也没有做到。不是，他是这样走的，他是这样走的，是不是有点夸张？他连我都不看，他不愿意看我。影片放那看，眼神会笑什么啦？利用姐姐接近函，真的吗？草莓酱 ，Step 说有卷送的时候，刚刚有集掌，但很小声。哦，啊，没有集到掌，真的很 sad。Hello， 夜雨苍城，情人力喜欢，那是九蛋，你要来找我握手啊？之后。就能还拿到，我也很期待，我真的超期待。我昨天晚上就在想，我好想要礼物，我好想要礼物。不是，我好想要把礼物拿回家，因为我看昨天礼物很多，超多的礼物哎，超开心的。诗雅会硬要集掌，谢谢七二是企鹅，只有诗雅有集。博汉好像真的不知道哎，脸盲。啊，所以你们原本有准备话要说，结果本来名字忘记了吗？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，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了。我是妹妹天使刘刺王，谢谢旷野小公主、修公主、网鸡修
不是，好奇怪，什么王子小公主，然后再慢慢学习。真的，威尔森给了一个很棒的谏言。草莓将全员击掌开心，邪恶库玛有击到。我没有抱气，我心平气和。要改名，改什么名？最后一排有听到几张？那，我记得怀怀有几张。觉得安娜也推，安娜姐姐有推吗？安娜姐姐有推吗？安娜姐姐，好了，不要强迫安娜姐姐，不要强迫安娜姐姐，安娜姐姐是单一神推小弟，我不强迫安娜姐姐。谢谢你有，可是你一脸就好像我要打你的那种击掌，你就这样啊，你一脸好像是我要家暴你一样，然后你就不看我，你就这样，好像我要家暴你哦，搞得好像我是坏人。看到这样东西，对啊，栗子不能，栗子被关起来了。我不会记恨啊，西西弗斯追星，只是会晕倒。在我看，很多人都没有看到，最后被栗子偷掉。那奇欧库玛被我钓到吗？眼神，我要懂你在想什么，我们就要有眼神交流啊。就我跟栗子玩了一下，你个头，什么你个头？超 sad， 对，很 sad。还有穿的，还有干旱，晚一点来泡，泡我吗？诶，什么礼物可以在直播上用？麦克风吗？眼神交流，哪有？人品君小帅哥，姐姐，昨天他昨天干嘛了？礼物什么时候会送？下礼拜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不会啦，不会没有惊喜。我那时候看到限动的时候就觉得很惊喜了。真要伸手击掌，是大夫，等一下跑掉了，跳掉了。那不就在周边？真的、哦？那应该没有扫打我的吧？怎么那个去围观什么？恶魔不是恶魔妹妹。找帅元炮，可是帅元没有来吧？妹妹公主，这定位怎么了？阿基拉怎么了？前排听不到没人权哈。好了，这次办得很好，不是吗？安娜姐姐说没有推，好了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。安娜姐姐有来看就好了。家宝 ，Hello 小白同学，家宝嘻嘻，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原谅安娜姐姐，因为安娜姐姐很可爱。Hello 3000次，还还要叫我没有要叫我西西呀、啊。谢谢安娜姐姐的勇气。叨叨姐说安娜姐姐很坏，家暴是这样用的吗？没关系啦，安娜姐姐。叫什么？王子，你的喜好好奇怪哦。跟你巴士人家，不能用家暴来听，施暴。施压好不好？不要施暴，这不是重点。Hello 泽公 ，Hello 缇娜，什么变私讯？看到有人击掌哦，所以你们就是看到前面没有人击掌，所以才那个吗？好，卡丘拜拜。加吧加，我觉得那个表情好像那个卡纳赫拉的鸡的表情。加吧加，加吧加，本来想回你，看到时间改文字。办得很好，都被鸡汤给破坏了，超 sad， 我也很 sad 啊！你们不跟我那个拍手，安娜姐姐真的很可爱。对啊，安娜姐姐很可爱啊，安娜姐姐，好了，鲁松也很帅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开到5点，对啊，我今天开到5点，等一下要看书了。这次四魔呢，就那样吧，就那样，就是。
是等会考再说，会考还在说。最近比较少更新 IG， 大家要原谅我，大家要原谅我，因为最近没什么时间拍美照，所以大家要原谅我。安娜姐姐很可爱啦，美江不要讲。可惜十九号啊，十九号 AB 忽然没有要来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所以是卡丘不小心密到手滑哥吗 ？Hello 过客，叨叨姐姐更可爱，就是叨叨姐跟那个安娜姐姐都很可爱，都是那个妹妹头。可是叨叨姐算妹妹头吗？好像不算哎，是斜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瞪队长啊，我什么时候瞪队长了？我怎么敢忤逆队长？安娜是很正哦，安娜姐姐很正，然后刀刀姐很可爱，这样可以吗？炮营运加油！一脸被调戏的眼神是，哪有？你就只是很像，真的很像我要打你。王子要争宠了吗？前面没几掌也不敢几掌哈，那下次我那个安排那个士大夫做一个，就是像那种可以拍照，就是昨天不是有可以拍照板板吗？下次做一个可以几掌的板板好不好？我帮你们跟他们沟通一下。Hello 宏伟，好久不见，谢谢七二四企鹅的新之冠，神推最喜欢批注，我知道啊。乖乖的摄像在后面。除了诗雅，中间还有，是我吗？好像哪有好啦？魏森很帅，很帅，这样有敷衍吗？没有吧。考完一天一篇，我真的有想过考完我要一直发文，可是这样你们会不会留言留到厌烦，然后不想留？现在有人平均小帅哥的封眼，谢谢本文梅子的阳光。我不会拦截成绩单，哦，是说签名的部分吗？还是会签啦。谢谢 Karen 的 Love You， 不原谅，道歉的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道歉的诚意就等我那个会考完之后，一天发一篇贴文，这样你们要一直留言哦，不然你们想想看哦，一篇贴文的留言不超过三十则的话，我就不要一天发一篇了，施压了施压，会考好加油，谢谢，衣服爆炎，谢谢魏生的勇气 ，Hello 九四，不会开袋子哦。好吧，啊，那个袋子真的很难开，它有两颗球。谢谢魏生的勇气，它有两颗球，然后打开，不，它不能这样拉开哦，它球会卡住，超讨厌。我没有瞪视啊，我是看，我是看，不是，这是效果好不好？嘴巴位置特别棒，不要再讨论人家布丁的牙齿了，是因为手滑哥吗？做板板这个想法不错，谢谢刀姐的枫叶，谢谢刀刀姐。目标小绿绿哦，没有，不是目标小绿绿，是目标是建中才对。我帮你们说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样太可惜了。鲁鲁跟网际狗狗真的很帅，草莓酱也很帅啊，昨天头发翘起来也很帅，泽狗也很帅，大家都很帅好不好？明明手跟你们击掌，不是啊，你就这样唱，你就这样，你就脸就是硬要不看啊，我就看到你的那个金毛，威尔森帅，凯文先生也帅。天文先生不要再潜水了， IG 要记得留言啊。
留言会不会厌烦？哈，谢谢王子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我也生的勇气，每一篇都会留言。这篇要留什么？留言留起来，对，留起来。一天一篇，一天五篇才会腻。一篇洗30个不要啦，好啦，可以洗可以洗，一天一篇还可以。很久没留，对啊，西西啊，西西你已经很久没留留言了，超讨厌的，太累吗？谢谢叨叨姐的枫叶，都卡在墙壁里了，因为手滑哥不是，去留言十个可以啊，可是我觉得留点内容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开到5:30好了。Hello， 帝王甜甜，我可以考建中，来附中，考不上吧？嘻嘻嘻嘻，你惨了。不是我，我刚没有说，我是说因为手滑哥很喜欢布丁，所以他穿他的衣服而已。我没有说因为手滑哥好不好？考完，对啊，考完就可以约会，所以人品君拿到票了吗？哦，我的脸好亮。什么举手？这不关你的事。黑完杨杰，第二个要黑你。为什么要黑杨杰？杨杰做了什么事吗？我想梳一下刘海，这样有好一点吗？应该有吧，刘海是我的生命。看大家 report， 好期待去参加，我也好期待看到人品君小帅哥哦。现在人品君剪头发了吗？我没有在 diss 美江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前面打瞌睡。没有，我那时候有跟你说你的头发翘起来了，你有听到吗？不过你知道我把你当爸爸看的，还是家播，我真的是家播女王哎、欸，真会讲话。那、啊、就是真的啊，边打 low 边看海，然后一直被杀开。凯文先生，你怎么可以边打 low 边看海海呢？我们见面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，你竟然还边打 low 边看，跟威尔森一样讨厌、啊、不是，跟威尔森一样帅，跟威尔森一样帅，觉得被 diss 好了没有？啊，草莓奖，你知道我有那个吗？武汉，你有做牌子吗？因为我好像没有认出你，是哥哥。一天一篇真的要想一下留什么，大家动脑想。好久没说帅，好爱折钩很可爱。王子你是不是滑掉了？头上还要绿绿的。问一句，我不看你你也讨厌，不留念你也讨厌。我没有讨厌你，因为你做一些我不喜欢。你要那个啊，你要留言啊，附中建中都考不上啊。当学妹，一言不合就加开，录开半个小时。Hello 红茶鸡，你们昨天很晚回家吗？没有破相吧？对，人品君是小帅哥，因为人品君喜欢小帅哥，喜欢人家叫他小帅哥。啊，真的哦，昨天问的问题都不会。付你昨天带走的可乐。可是人品君说他喜欢小帅哥啊。没有啦，我没有讨厌威尔森啦，你看你的神推可以的。听说可乐很贵。哎，眼睛好亮哦。这样直播好了，你们介意吗？这样直播，这样直播，很专心的看海。
王子是现在很专心的看韩寒吗？你是暑假才要来对不对？暑假再见咯。都很专心看韩寒，可会这样讨厌。谢谢国树，我没有乱说。哈喽瑞婷，好啦，大家都很专心，转身找姐姐讨拍。哪一个姐姐？安娜姐姐吗？因为人品君喜欢被叫小帅哥，在韩寒心目中，我也有粉丝滤镜，我有偶像滤镜。谢谢红茶鸡的阳光，谢谢红茶鸡的玫瑰。边上班啊，好啦，谢谢阿贵，阿贵很忙。谢谢阿贵，谢谢阿贵抽出时间看我，谢谢。看不到留言才所以潜水，不是你一个不看，臭兮兮。瑞婷会考加油，对，瑞婷会考加油。不知道是你的生日，哎，我是3月15生日耶，早上才回到家。哈，安娜姐姐跟你聊聊很久。代码什么？妈塞！等关掉不行。美江跟娜娜，那是姐姐，感觉好害羞。发什么没？今天还没连续截图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感觉前天说要请我签早餐的八姐，西西一样是萌妹子，对啊。还有网鸡狗狗也是。好，我来连拍吧。我要先整理一下我的刘海，弥补一下昨天西洛库玛说他提醒了我5分钟，然后我刘海还是很乱。一张，然后我一个3、4月的那个，好，3、4月的那个生日会。今天给大家看我的夹子，好，夹子，好，可以，可以吗？没有结到账，我的脸在发黄。对啊，瑞婷。颜控你骄傲是吗？对，我是天使所以发光。哈，卡丘有没有要来哦？59，西开方关系好烂，好乱，对，你们的关系图很乱耶。如如忘记了，哎，谢谢傅伟的健身卡，谢谢傅伟的好多健身卡，谢谢。这个私下讨论，捕捉人品均，萌妹子不疼，谢谢阿华的健身卡。私下说 ，Hello 宝岛粉，下午好。我为什么是韩寒？是韩寒啦。你跟葵葵，哎，早葵今天没有来。Hello 傅伟。傅伟，中午好。人品君，好啊，你们一起行动。喜欢这个粉红，很可爱吧？很可爱的粉红，可是上面其实是写那个礼拜三呢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想说，啊，我的眼睛，我想说差不多，都可以看不出来。Hello 羊肉炉，什么可爱？跟妈妈一样正，妈妈比较正啦。你正在目睹他的每一个第一次。又换一波锁屏，什么锁屏？刚刚我刚刚的截图吗？关系，对啊，关系图里面没有那个阿贵啊。
草莓奖是滴滴耶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你们要记得带板板哦。西西在抓保姆吗？那那谁说我们不是？不要分手。判什么？魏先生，你说什么 ？W 对。保姆是什么歌？解释一下，给人平均解释一下。谢谢极速车的追踪，谢谢潘奖的梳子。你想要跟安娜姐姐结婚哦？真的假的？怎么有点小孩子幼稚园那种童言童语的感觉？啊，是不是晕开了？我感动的落下了眼泪。保姆要请西西吃饭。眼睛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行，快快可以休息，再十分钟。谢谢变成西西柠檬的健身卡。对啊，西西都你来让我哭了，什么可悲？没有啦，没有 diss 你们，真的有点童言童语的感觉。哦，发夹很可爱，我以为是衣服。变成谢谢你们的健身卡。好可怕，我刚刚有一个声音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可以跟我结婚？你不是要跟子萱结婚吗？谢谢林果的新之冠。Hello 天地一沙哦，为什么我不跟你玩那套？玩什么？盼三，对，我真的很容易感动哎，你们感动了我，所以我哭了。昨天好像有看到我画的韩寒应援画册，哦，主要的是傅伟哦，我不知道那是你哎，我昨天一直在想说，林果旁边那个菊花车是谁？是我比个爱心，你有看到吗？昨天姐姐太累了，她不能欺负我。边缘就是因为那个关系。好亮哦！我太感动，所以哭了。衣服也可爱，谢谢。结成好朋友哦，那王子也要跟我结成好朋友吗？哦，对，西西，没错。结仇。Hello 凌晨，不要这样说。五年前就是保姆哦，对耶，任品君辛苦你了，谢谢牛排的健身卡。会害羞，说话各位害羞。昨天有哭，我昨天想哭啊，但是妆也花掉。对大家都很，就王子，所以你对每个人都很认真，这样不是有一点点花心吗？反过来吧。恶魔还愿意跟子萱结婚吗 ？Hello 早葵 ，Hello 早葵，还有个爱心。对啊，我有看到那个板子超抢眼的，就是整块超大块。Hello 小蜜蜂，要不要关灯？
不会，这是我要承受的，因为我散播了流刺王，所以我要被刺眼。不行，关灯真的太暗了，我有试过。约会大家是不是要？可以啊，你们也可以穿黄色，我们是穿黄色系，但你们也可以穿黄色系。当事人来了，让给你，我只选了。像谁啊？昨天先高贵之，谢谢傅伟分享，谢谢傅伟的枫叶 ，Hello 鸭子，人品君怎样？国叔也对每个人都很认真吗？人品君是被你保护的，不是人品君保护你吗？加推。加推，房子很花钱。阿贵，你有资格说人家吗？那双价值两场生日会，哦，两场生日会，两张握手券，三千哦，三千吗？欸，对啊，三千吗？大家都母汤好啦，草莓酱，草莓酱就是个滴滴嘛，我知道。愿意三年起跳，我不是干话王，被流刺王吃到，大家都被我吃到了。对啊，我们要穿，你们也穿黄色，我们才有情侣装在约会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？记得穿情侣装哦。Hello 黎黎 ，Hello 海豚，好。喜乐库玛，白熊是最专情的吗？那你要不要考虑闪推海豚？人品君鞋子好贵哦，体育背档，报警不要报警，那没事。啊，好了，阿贵，对不起，没黄色系，没关系，我也没有黄色的衣服，我找很久，真是买新衣服的好像，黄色头发，哎，对啊，西西，你可以染黄色头发啊。女服装有兵，其实你就染一下黄毛嘛，大家都要穿黄色。九蛋，没关系，你可以5月19那一天穿，我们心有灵犀。对啊，其实黄色的衣服很少人会有，现在是灰色，赶快去染黄。阿贵会来吗？阿贵会来吗？不是暑假要来吗？还是会来约会？五金是神推函，五金是神推函，那喜乐库玛呢？五金是神推函，那喜乐库玛有神推函吗？哦，手滑哥有新装吗？该不会是紫萱的吧？不要害我期待了一下，谢谢安娜姐姐的勇气。那双是第一次跟人平局啊。好像听你讲过耶，就是你第一次送人家鞋子就是送人平均。谢谢贝卡，原来你就变黑了。戴黄钻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吗？戴呀，哦，你要秀给我看。Uber Eats。
黄色衣服没有，大家去买，去买黄色衣服，橘色、黑色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比较像情侣这样子，情侣装嘛，对不对？情侣装，没买到约会的票，好，没关系，阿贵也等暑假，我要体谅你们海外饭太累了。黄色很难吹，真的要失忆的涵涵，可能是我留言 delay 太久啊，我要念榜了，已经快要30分了，现在黄色一定很显眼，偷偷啊，对耶，手滑哥，你要做我的衣服吗？手滑哥，我有看到姐姐的，还有布丁的，还有那个紫萱的耶。皮肤黑穿黄色才可以，我皮肤很黑，有染过哈，那可以再染一次呀，嘻嘻。手推以上才能做，但我要变手推，这是善良。黄钻蛮多，那都把它带来。要穿那个奶奶放学哦，真的、哦、好好，嘻嘻，好好哦。还可以考虑跟姐姐，不行，我们的服装已经定好了。Hello， 阿贵仔 ，Hello Star。不要教坏什么哦，暑假没有什么，只是暑假那个网鸡狗狗跟阿贵好像都会来台湾呢，就是如果有活动的话就参加得到了。那时候听到就砸下去。嗯，那你们要不要见个面，然后去玩，跟你们推荐几个景点，会再延续什么？亮色系真的需要皮肤白的，赚到了，在零姐妹前认识你真好啊。对啊，那手滑哥你就手推我就好了。基因这档是什么基因？等手促会公布新推表，什么时候会公布？对，我很会。手滑哥不会被施压吗？我就要施压，我没有施压海外饭好不好？对，一起来台湾找涵涵耶！一起来。子萱说你不能花心，好啦。手滑哥，人家手推要衣服啦，什么自己去买？那手滑哥，你做一件给洗的裤吗？在想后悔不后悔 ？Hello， 王子，王子又滑掉了，我念榜喽，我念榜喽，念榜喽，念榜。所以先不要留言，不然我看不到。今天的第一名是阿基拉。谢谢阿基拉，不是阿基拉 ，Abby， 谢谢 Abby， 每次都这样。第二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三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第四名是汉汉，谢谢汉汉。第五名是 ABBCC， 谢谢 ABBCC。第六名是王子，王鸡狗狗，谢谢王鸡狗狗。第七名是 CKUMK， 谢谢 C 哦，痛痛，谢谢 CKUMK。第八名是北极星，谢谢北极星。第九名是傅伟，谢谢傅伟。第十名是安娜姐姐，谢谢安娜姐姐。第十一名。
卫生鲁鲁，谢谢卫生。第十二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第十三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。第十四名是这个是，这个是海豚。第十四名海豚，谢谢海豚。第十五名是潘奖，谢谢潘奖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，我看留言。石头丢谁？那人品君，你有常常穿那双鞋吗？说什么戏？这一件给我嘛。对不起 Akira， 对不起。对不起 Abfly。 对啊，推了吧，推了。谢谢北极星，谢谢潘奖的勇气。懒得一直改名字吗？切土了，谢谢手滑哥的枫叶。我说拜拜，好，我差不多要关了，也要去读书了啊！不对，晚上好像要去吃饭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然后我要讲有一个礼拜不会开播。所以就是会考前一个礼拜不会开播，然后会考前一个礼拜不会开播，然后会延到前一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天都是开 2.5 小时。诶，是下礼拜吗？好像是下礼拜，是下礼拜，好像是下礼拜，下礼拜礼拜六跟礼拜天是吗？还是下礼拜？西西的还在，嗨布安娜姐姐，那就拜拜。哈哈 ，fighting， 加油！自己跟自己说加油。西西，西西终于讲好话了，谢谢西西。大家拜拜，我会考好的，加油！大家拜拜，好了，对不起，嘻嘻。知道那个白色的娃娃是谁送的？大概这么大，应该吧？这么大的那个娃娃，拜拜！我下礼拜要不要也来用短发？我不知道怎么用哎，是绑后面吗？然后拉手，这样不会有点像我小时候的样子？会吗？是不是有一点像我小时候的样子？好，不要，好了，不要。大家拜拜。好啦，谢谢西西啦。看了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就期待礼物咯。我期待大家的礼物。哎呦，勾。好，短发也可爱，谢谢早葵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用短头发来骗大家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赶快吃晚餐哦，赶快吃晚餐，不要饿肚子。嗯。拜拜。国树喜欢短头发吗？那我下次用用看短头发好了。我那很会骗人，没有好不好？
我没有很会骗人啊。好了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怎么那么多人还没走？点点看短发就好，不会啦，小时候有了。大家看小时候的照片吧。好了没？对，我不会骗人，好不好？我不会车上不会走了。好了，阿贵上班辛苦了，不走。好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拜拜，哎，拜拜，拜十分钟了，对啊。好，我要关了，真的要关了，拜拜。